上班族工作时间跑出来加油，没关系吗？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林董，谢谢林董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哇，还有狗狗都跑出来。嘛，内科都年轻人呢，高科技的，打也行啊，那身高强吧？不，还好，还好，反正都变黑了。不仅感受内科人的热情，还有学校同学们又来了，这一次轮到高中生。你们这样出来是合理的吗？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跟搭档吴欣盈的车队一起开进台北扫街，有人为了赶得及看他一眼，还有人一定要跟他握到手。谢谢谢谢，坐下坐下，太危险了，注意安全，小心，注意安全，谢谢你。支持者搏命演出，柯营车队难得一起车扫，战车氛围也大不同。当柯文哲又在尬聊时，长官啊。制造大家的进度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吴欣盈这很活泼，已经跳起炸裂舞。前面的阿贝跳醒了，叫阿贝跳啊！阿贝傻眼，他在看我们。站在我们的身上，麻烦大姐。我们比爱心。来到曾主政的台北车扫，所经过的是过去八年执政留下的痕迹，尤其年轻人最爱去的新中山公园。但对柯文哲的喜恶，台北人也最有感，欢呼的多，比到赞的也多，还有侯康支持者对他高举三。柯文哲没反应，倒是听到赵少康要他承诺选后不跟民进党组联合内阁。他们逻辑就是说，一旦执政，你这样就要把别人都排除掉，这就最糟糕的地方就是这样。我们不会说刻意要去用谁，但是用人为才不分颜色嘛。但国民党会优先，但是你又说弄一个做一个政党里面一定没有绿的人，这很奇怪。这个叫搞气包，搞到已经哦。走火入魔，在轰赵少康太过头，选前最后两天冲刺，柯营合体车扫，用人气壮大声势，全力催票。TVBS 新闻华少平 DP 台北报道。1月13号 ，TVBS 新闻网开票特别报道 ，Facebook、YouTube 同步直播。下午3点，一切准备就绪。下午4点最及时准确的开票，下午6点大局已定，带给您现场第一手观察。晚上8点政治新局，美中台关系带给你最深入分析。1月13，锁定 TVBS 新闻网。